警方于今日凌晨一时许接获报案称，于气势快速道路上发生一起车祸，遂派员前往查处。经到场了解，为邓男所驾驶之营业大货车遭后方王女所驾驶之自小客追撞。经对双方实施酒测后，王女酒测值超标，后续依公共危险罪嫌移请侦办。